则留在乐山，那我们的人生又会是怎么样的光景？也许依然会很幸福的在一起，但是一定不会是像现在这样。父母在身边，朋友相伴，还有可爱的小晨晨。 所以我想，这世上本没有奇迹，是你的选择和牺牲，才有了这些奇迹。这3年里，我们陪伴彼此，度过了彼此最困难、最无助的时刻。但是我很庆幸，有你陪在我的身边。 未来的生活依然时刻充满着未知和挑战，但我相信我们紧握的双手会是最坚实的力量。夏果，谢谢你选择了和我一起的生活。未来，我一定会和你一直。谢谢萍姐姐夫，辛苦吧，走。恭喜呀！你们真的哎，是不是想说我配不上美雅？我当初看到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反应跟你一样。果果姐，恭喜恭喜！你今天真是太美了，谢谢你们，今天辛苦了。哎呀，我真是个打杂的，功劳都在他们。哎。 我就是打杂的小跟班，来祝福他们吧！祝福你们，谢谢，也祝福你们。行了，别关注我们了啊，赶紧招待别人去。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，